百岁，长休99，所以梅妈未等到99，就提早退休山水后。在2月中登报公开同柯索舞蹈的梅启明脱离母子关系，事后不忿被老母荷包制裁的梅启明，话是侄仔背后假传圣旨。不过呢头讲完，佢老婆遭儿睇唔过眼，决定大义灭亲，公开梅妈一度拒绝见仔的录音证据。你冇错，要我俾我点点你过低嗰啲，过到呢个关头先算啦。我而家唔系骚扰你啊，平静。你而家要俾啲钱我先得噶。与此同时，佢背妻偷食太直女友，仲大言不惭。女朋友个个都有噶啦，男女朋友呢啲我啊冇，我唔相信，完全冇问冇问题啊。同佢一齐18年嘅老婆忍无可忍，以长文同录音证据向如一透露，梅启明做男人做到有几渣。中讲到梅启明同太直女友合力踢走梅妈身边的亲友，安插自己人，疑似想操控梅妈呢个人肉提款机。长文更加提到梅启明向梅妈：我称太直情妇有法力，可以令阿妹上佢身同梅妈倾偈。真系阿妹又上咗佢身，我话埋俾你听。嗱，你笑啊，你笑。嗱，我就话俾你，问题喺呢度嚟啦。阿妹上咗佢身，你信又好，唔信又好，上咗佢身咧，佢咧就变咗好似你都唔够胆去嗰啲地方，去埋省善，去埋呢、這个智联静院。去到嗰、那個好似森林入邊嘅，就去揾阿妹嗰個骨灰。去嗰度咧，佢仲同佢抹佢嘅相。遭兒子，我稱女友有法力仲未夠啊！佢仲同梅媽講，因為要立妾，叫梅媽俾禮金。咦？香港一夫一妻制喎，而且遭兒話，直到呢刻佢同梅啟明都未搞離婚噶。呢段录音系遭儿质问奶奶关于梅启明要立妾一事，梅妈就咁讲：佢叫我俾攞礼金俾佢，我你两个中意跟住乜嘢关我关我乜事啊？佢又唔要啊！
上个月27号，梅启明会见传媒，直指侄仔假传圣旨之前，佢竟然要求妻儿一同现身，帮佢营造齐人之福，仍然乐也融融嘅假象。祖儿就话一口拒绝之后，喺梅启明身边嘅太极情妇即刻抢过电话，约佢见面讲数。另一段录音关于梅启明因为老婆回香港，阻止了他一些计划，怒羞成怒的他就在电话咆哮。